欢迎来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松农开山。我最喜欢吃的泡菜锅，我想要做。其实在韩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但是基本来说，我们猪肉或者是猪腩的罐头、鲔鱼罐头，所以这个或者是猪肉两种的锅比较多，泡菜锅。还有呢，泡菜锅的用到的泡菜的话呢，其实大概一个月之后酸都会出来的，甚至有一点吃的太酸，这样的泡菜比较好吃。但是今天的话，因为每个家里不是有这样的泡菜，所以今天的话简单怎么做到比较好吃的，很像的韩国当地的泡菜的锅的感觉要做啊。所以先准备一些蔬菜一下。辣椒，这道直接试试看吗？这个应该不会辣。哦，今天的辣椒很辣。真的？蔬菜的部分的话，一般来说就这样而已。韩国的话，洋葱、青葱、辣椒。但是呢，今天我特别想要加这个大白菜。但是台湾的习惯吃的方式是，汤单独吃，不是配白饭吃，因为韩国人的配白饭吃味道过一点没关系，但是台湾的话可能太重，所以今天的我想要用的话，大白菜一半，还有泡菜一半，这样煮的之后呢，味道比较适合台湾的。还有这个切的时候，这个里面跟外面对吗？里面的话很小一根，外面的话大的，所以里面先拿起来一下。还有你外面切之后，里面的东西切。就这样的话，大小比较平均一点的豆腐的话，板豆腐用做好了，厚度不要那么薄哟。这样大概这样的厚度切一下。猪肉的话，哪里部位都可以，猪耳肉也可以，还有这边肩胛也可以，都可以。这边皮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，所以不喜欢的人的话切掉就好了。为什么不买火锅肉片来吃？火锅肉片的吃的时候呢，会太干。厚度不一样，所以会太干，所以吃的时候没有 QQ 的感觉。因为这个是一种炖菜呀，所以薄片的炖之后呢，太硬了，太干了，所以这个厚度也要厚度一点比较好。所以你在台湾也吃过有薄的？对，薄的。不会说不好吃，但是有一点点有一点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还有这边的泡菜有没有？我要先炒，但是里面的泡菜的籽太多的话，没办法炒起来，所以先籽挤出来一下。挤出来之后呢，这个猪肉里面进去，腌过的方式，就这样，这样腌过一下。现在开始先要炒泡菜哦。油进去之后呢，这边的我们刚刚拿掉的油的话放进去一起炒一下。这样炒的之后呢，泡菜进去炒一下。螃蟹酱进去炒一下，这个螃蟹酱里面的话已经甜度跟酸度，还有一些好吃的味道都有，所以我的话我没有用糖，我没有要用醋，我要用这个。增加大白菜进去，辣椒粉的细的粗的都有，都可以用，但是我都一般来说用醋的，油多加进去一起炒一下。炒过之后呢，刚刚我们腌过的猪肉进去一下，还有泡菜，这个炒的时间比较重要，大概比较少的，大概5到8分钟，慢慢炒一下。有的里面锁的东西跟谁的里面锁的时候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没有炒的时候或者不够炒的时候呢，你们吃的时候泡菜、大白菜的生的味道会出来。还有谁的进去的时候也，这个很重要一个 point。你们要这样的多水要进需要的时候呢，先放1/3，比如说这个全部的水进去的话呢，里面的汤多里面的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对吗？所以好吃的味道没办法进去泡菜跟猪肉的里面，但是水这样的炖的肯定的炖的时候呢，味道过总一点出来之后，我们后面加多水进去之后会调整汤多的味道，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哟。在这边看的时候呢，大概这样的感觉已经泡菜猪肉炖的感觉出来，这样出来的之后水进去，是不是那种水不能是加，要分两个，刚不是讲过了吗？刚讲过了。韩国的话汤底一，还有里面的蔬菜跟肉的比例1:1的感觉出来是对的，但是你们的话大概我觉得1:1的味道会，你们觉得会
太重，所以我觉得大概乘二里面东西一，这样的比例我觉得还不错。举例就说这个昆布，一个星期里面一下，需要洋葱进去，洋葱进去之后，这边的青葱多厚一点的地方先进去一下，豆腐进去。大概这样的时候会肚子饿，那滚之后呢，先味道试试看呀。甜度有一点点不够，所以一点点不够，味淋一点点进去，味淋没有的糖一点没关系啊。因为刚刚番茄酱进去，但是酸度还是有一点不够，所以出一点点。韩国鱼露没有的，泰国的鱼露也可以啊，台湾的鱼露也可以。师傅，为什么你是到现在才教泡菜锅这道菜？毕竟你已经做了三年多了。我觉得这个是韩国的话，真的基本的菜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人要学啊，所以我没有找他。但是我现在看的时候，还蛮多的想要学，不是很多餐厅会做好吃的泡菜锅，所以我想要找你们怎么做。那师傅，你会不会有一天想要用自己的泡菜来做？当然呀，我现在想要做泡菜。你已经在做了吗？对哦，现在有。训练现在有想一想什么几次做过，就是师傅你在招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吸引厂商来告诉你说来做泡菜吗？跟你一起做泡菜？还没有。各位厂商，请赶快留言。甜度还有酸度，好，这样就差不多的时候很重要。打蒜，现在要进去哦，不是前面进去，打蒜最后进去。黑胡椒粉一点点，还有香油。还有我这边的青葱，绿色的地方进去，还有辣椒也进去。啊，还有这个猪肉的话呢，现在可以拿掉哟。你们喜欢吃的话，当然可以吃。我喜欢吃，但是云迪不喜欢吃，所以不要推到我身上。这今天泡菜锅我们吃一下，里面有猪肉泡菜，看。韩国人吃的时候，白饭上面这张饭，还有白饭一起吃着。我应该说什么？哦，真的好吃。大部分的泡菜会有，但是软掉的，你们吃的时候甚至有软软的泡菜，这个会做的时候不好吃啊。所以有一点脆脆的泡菜要用，煮比较好。里面的猪肉厚一点，因为这个是一种炖菜的，中间有我们炖的时间有没有，所以要厚一点切一下。还有今天的话，特别我们加大白菜进去，因为这张的比较适合台湾食物的味道会出来。今天喜欢我的菜的话呢，不用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孙荣开涮。你们喜欢做什么，或者是你们想要的时候都会留言哟，留言我看到的时候会找你们哟。谢谢，감사합니다，또만나요。